花甲的挑选及清洗方法。立秋以后的花甲肉最多，这个时候的花甲不仅好吃，而且实惠。挑选花甲的时候，要挑个头大的、壳完整的、紧紧闭合的花甲。然而，即使再完美的花甲，壳里多多少少会带有沙粒。那么，怎样洗掉花甲壳内的沙子呢？接下来，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两种清洗花甲的方法。第一种，把买回来的花甲放到碗里，用力的上下颠簸，这样反复多次，花甲就会把沙子吐出来了。在反复颠簸的过程中换几次水，这样花甲里的沙子基本上就吐干净了。第二种，把花甲放入自来水下冲晾，然后盛到碗里，在水中放一勺盐，静止泡养一小时后反复搅动，捞出，倒掉泡养的水，再用清水冲洗干净，这样花甲里的沙子基本上也就吐干净了。